由知名游戏制作人 Sid Meier 所设计的 S Patrol 是一款特殊的棋盘战略游戏。玩家要化身为一次世界大战的空战指挥官，操控一支精英队伍进行一场场激烈的战斗。虽然操作起来很简单，只需要点击地图上的指标就可以移动或攻击。不过啊，因为每个动作都是以真实空战为基础，还要考虑到飞机高度、云层遮蔽或者是地面炮火等等因素，所以啊，绝对可以让玩家们好好动动脑哦。